刚拍完了遗憾这首歌的对嘴的部分，然后这首歌是90年代的歌曲，是许美静的歌，那也是我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那会选这首歌当主打歌的原因是因为专辑里面其实都是因为全部都是翻唱的歌，然后都是女生的歌，而且是一些比较悲伤的情歌，所以悲伤的情歌难免就是一些大家会想起一些可能曾经的一些也遗憾的爱情这样子，对，所以就用遗憾这首歌来就是来带领这个专辑的主题这样子，对，然后希望这个歌也不是说希望让大家想起遗憾的事情啦，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让大家找回就是可能以前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悸动吧，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也会除了悸动也会感动，然后懂得遗憾之后呢，就更加懂得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这样子。刚拍这个包寿司的事会很紧张吗？不会，会担心自己手拙吗？那还蛮顺的，都是师傅教的好。我要打针啊！哦，好，没事。你们都。好吃，好饿哦，早上很早起来，吃了一个三明治到现在，那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对，因为还没吃午饭，所以就一边有那个寿司就吃的，但是刚刚捏的是那个是生鱼片，然后一直重复捏，一直重复捏，我不敢吃生鱼片，只好吃那个鸡蛋的，好吃。有爱的汗，有爱的汗。暗示，救一下，很难呢。有爱心，深情对望一下。快点！我要想笑。抓紧一点，老是让他跑掉。